老师啊，我来跟你好好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安徽非常著名的龙虾一条街。哦，真的啊？你看啊，这里龙虾之多。老师啊，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精彩的魔术给我们的安徽的所有的好朋友呢？今天啊，为各位带来棒棒糖的奇迹。我们欢迎安徽公共频道《超世界》的主持人石头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来，非常开心见到你们。哟，哎呀，跟您大师问声好啊。严大师，你好，久仰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非常开心见到你。啊、真的、啊。严大师，你今天要带来什么神奇的魔术给石头看呢？哦，这个石头长得这么漂亮啊，我想送他一个棒棒糖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就送我一个棒棒糖啊？啊是啊，你看我跟拿认识那么久，从来没送他礼物的。对啊，他还送你见面礼，送棒棒糖啊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对对对，来看看，哎，我们把这个袋子的棒棒糖拿出来，有点紧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袋子里面有一只棒棒糖，对吧？好，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哦，好，你拿出这个袋子，好，对，好，现在呢，我把它拿好之后，来仔细看，轻轻一挥，没有了，棒棒糖不见了，哎，送给我的见面礼怎么就这样变没了呢？别急，别急，现在我需要一根绳子，对。好，这一根绳子对吧？来，这个袋子给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把袋子拿好之后，绳子放进去，放到里面。好，来，拿住这个绳子，拿住绳头，拿好绳头，来仔细看。棒棒糖回来了！天哪！今天带来的魔术啊，非常的奇幻，怎么个奇幻法呢？是一条绳子，居然会变成蛇，怎么样？真的假的呢？你先来看看，这都是我们围观的群众，你来看看，你来看看，你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看围观的群众，大家都跑起来了，哎，这围观怎么都跑起来，躲起来了？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？大师，我们是不是要从我们的群众当中找两位呢？这两位帅哥可以帮忙一下，帅哥可以吗？对对，来参与一下，对，很简单，来站好。大师，这样随机可以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，好不好？来看看，来这一条绳子，来拉拉看，拉拉看，拉拉看，对，试一下，是不是真的绳子？是不是？好，确定它是一条非常坚固的绳子，没错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把这个袋子啊。放在里面啊，绳子放在袋子里头，对吧？好，放进去。待会啊，我数到三，谁来拿？谁来拿？你来拿，好吧？来，准备了，一二三，来拿出来，对，拿出来。好，来看看。喂，假的啦！喂，塑料的啦，坚固的嘞。对啊，是不是大家都好害怕？怎么两个大老爷们在拍一条假的塑料蛇？假的啊！假的！啊！太惊讶了，本来是小人的嘛，对，变成了蛇，对，太神奇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刚刚一开始，一开始很惊讶，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怎么会真的蛇是吧？对，然后后来看到是假的蛇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心里面就放下来了，就安心许多，对吧？悬崖的心，是。这一条绳子对吧？好，绳子哦，来仔细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把绳子你看看，放在脖子上面，对吧？好，接着啊，我们把这个绳子拉好之后，来仔细看，一二三。哇哦！哎，绳子穿过了，哎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想请你检查一下这个绳子是不是很坚固？是不是很坚固？坚固的，非常坚固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另外啊，对，好，在我这有个袋子。哦。对，来，这个绳子给我啊。好，非常坚固，没错吧？好，现在我把它塞袋子里面，好，塞进去。等一下，我数到三，你就很快的把绳子提上来，好吗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拿出来，对。假的，这假的，这是假的，塑料的，哎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。哎，小顾远，我们来跟你玩一个小游戏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玩什么游戏？老师，这里有条绳子，来检查一下。来，你用手拿起来。对。好，是不是一条绳子？确定它是一条非常坚固的绳子，没错吧？确定啊。接下来我这个黑色的袋子，来，我把这个绳子啊
放到袋子里头啊，好，把它吞进去。待会数到三，很快的把这个袋子里面的绳子拿出来，好吗？好，来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把绳子抽出来。对啦，拿出来。帅哥，美女，对，跟你们不是推销东西啊，对，跟你们推荐一个东西，这个绳子，这个绳子啊，可以这个连接这个男女之间的情谊啊，它是一个巧妙可以把你们的感情更紧密的一个绳索，对啊，所以你们拉拉看，对，拉一下怎么样，很坚固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现在啊，把这个绳子给我啊，来。好，将这个绳子啊放在这个黑色的袋子里面，啊，放进去。待会你帮我一个忙，把这个绳子啊很快的拿出来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我数到三拿出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拿。啊，你拿，对对，来，哎对，拿出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对。哎对，哎来，抓一下嘛。哎，不要怕啦，快啊，哎，抓看看呐。你这没有用的家伙，原来是假东西啊！假的呀，吓死我了！真的是吓死我了！对呀，哎，还好他不是真的，对吧？吓死我了！真的。哎，你们好，我们是安徽周日我最大，我们叫做街头百变王，跟你开个小玩笑。我刚刚还有看到我们路边的我们的朋友啊，我哇，哇，刚刚笑得好多，说得好多。就是你，对啊，你为什么刚刚叫的那么大声？我以为是真的。那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肯定假的。假的，真的吗？结果他不怕，我好怕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假的都还。哎，大声。是魔术，处处有，处处有魔术。